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ria， 我今天邀请到我的男友 John 来帮我一起录两人可以一起做的运动。那然后这个运动同时你需要用到的呢是弹力绳，然后主要是核心跟三头肌的运动。所以一开始呢，两个人 hold 着弹力绳的一方，那因为看你们两个人运动的强度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做绕一圈或是绕两圈，让弹力绳更有阻力变得更大。然后呢，你需要 hold 一个plank， 一个平板式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手这样撑很累的话，你可以撑的是轴撑平板式。然后 hold 好平板式、轴撑平板式以后呢，手往后延伸，然后再回到胸前，然后再伸直，再回到胸前。所以呢，同时可以练到是你的核心，还有你的三头肌。想要给自己一点挑战呢，你可以 hold 的是平板式，就是手在地上的，然后是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做呢，可以是以30秒为主。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运动你的肌肉够强壮的话，那你可以做到1分钟。然后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呢，你的骨盆尽量要与地面平行，然后比较容易的方法是双脚与肩同宽，所以你会有比较稳的一个你的身体会比较稳，稳定度会比较高，然后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运动。然后这就是今天我要教大家的运动。那